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墓室，考古专家们啊，那是真心疼了。可怜那些盗墓贼都已经是千年前的古人了，这笔账呢，那还真不好算。那么就在大家都有点沮丧的时候呢，哎，有人眼尖，竟然发现了盗墓贼遗留下来的一些宝贝。从这个西南角，我们讲来揭开一块盖板来看看下边。啊，哪知道一揭开。八字解读人生，风水改变命运。大家好，居士从业风水26年，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针对八字测算、风水布局、命理分析、事业财运、手相面相、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如果你的财运不佳、情感不顺、诸事烦心，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一一帮你调节化解。记住微信。26682135。哎呦，这屋里怎么有酒啊？怎么有酒糟味？然后一叫我上去也闻了一下，当时闻的过程中间呢，确实是闻到了那么一个酒的味道。我们感到非常惊奇，也凑过去闻一闻，哎，闻一闻，确实是一股酒味。为了确定铜壶里面装的它是不是汉代的陈年佳酿，工作人员把壶里面的淡黄色液体和壶底的一些固体物质就分开装在了不同的容器。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就是这个坛底壶底里面所这个残留的或者是盛放的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呢，反正我们初步鉴定，根据它的形状嘛，跟它的色泽这一块呢，我们初步断定里面呢就是